好，各位大家好啊。咁咧，根据我哋而家搞嘅伊斯兰课程咧，已经第十四届噶啦。咁咧就有中英文啊咁样样。咁咧英文嘅咧就系夜晚嘅7点到8点半嘅。咁而家我哋首先搞咗个中文先。咁中文第一讲咧，我就好高兴咧，请啲黄万阳教长咧系同我哋讲关于基本嘅认主独一呢个咁嘅概念嘅。咁咧就根据我嘅理解咧，可以大家。朋友咧可以瞄咗佢先，瞄咗佢先嚇。咁而家咧就係、是、另外咧就係、是、另外就係、是、喺嗰個聊天室嗰度咧，就有一個叫 attendance ticking 嘅。咁大家可以入去咧，就係、是、登記呢個出席嘅記錄嚇。咁、啊、我會喺差唔多臨尾嘅時候咧，又會再 send 多一次俾大家咧。系由佢再確認翻嘅咁樣。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咁華阿空啊，唔該曬你。OK，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從好詞達詞 ，Allah 嘅名開始。啊，咁首先咧，啊，我哋求真主啊，賜福賜平安，賜家獻俾穆罕默德同埋所有歷代嘅。过民族的众先知使者平安、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认主独一、啊、其实认主呢应该是包括信主啦甚至是拜主啦、啊、这三个领域的就是认识先跟着信之后呢才是崇拜、啊其实呢在这一堂呢因为我们直接是入到去信那个众物主那里的其实应该之前呢我希望下一次以前有的以前有的就是首先的人未必信有一个众物主的嘛、啊、所以应该有一堂来认识有没有众物主这个课题然后呢先就进入这个现在我们讲这个那、啊、我们去到即係正題之前咧，我想簡單嘅介紹一下，或者係同大家即係討論一下啦。嗱、用5分鐘到10分鐘嘅時間，即係有啲人唔相信要做物主噶嘛，有冇啫？你點話有咧？點證明有咧？等等啦。當然個需要好長嘅時間嘅。不過咧喺呢度咧都想大家同大家一齊分享嘅話，例如咧我哋係用理性嘅角度啊、去揾翻。这个宇宙万物究竟有没有一个创造者啊？咁啊，例如我哋喺生活当中嘅好多好多嘢，其实所有嘅嘢啊，啊初初系冇啊冇存在噶嘛。咁我哋最容易去谂到、去拎到嘅其中几个例子咧。特別是那個蜜蜂啊，蜜蜂啊，咁科學家都問啊，假設呢個世界上冇咗蜜蜂，我哋人可唔可以再活咧？可唔可以再生活落去咧？又或者係可以啊生活幾耐咧？咁有啲人一諗咧，會蜜蜂啫，最多唔食嗰個蜜啊，其實唔係噶嘛啊，佢喺这个它最主要的是全部那些花粉一没了蜜蜂呢、啊、那些需要全部花粉那些植物、啊、很快呢或者就没了、啊、至少它存不到花粉呢它就 发挥不到它那个功能了因为果也好、啊、其他也好、啊、就生不到果咯见不到果咯就是有花没有果了那慢慢幾年慢慢少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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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咧，咁愛因斯坦就話咧，4年咧，人都係會滅，嗱、啊，甚至其他動物都係，即係總之我哋要靠植物，我哋要食嘢先可以生活落去，啊，又或者好似我哋嘅太嗰、那個天文，天文嗰度太陽同我哋嘅地球嘅距離，要唔可以近啲啦，又唔可以再遠啲啦，都唔得，就係要喺呢個位置。啊、如果再近啲咧，我哋呢个地球就去窿咗但如果远咗嘅话咧，就离呢个地球远咗啲咧，咁地球
呢个地球变咗冰噶啦。所以我哋要谂下呢两嚿嘢，地球同埋太阳，而家喺呢个位置，嗱系边个把佢哋摆喺呢个位置咧？嗱喺嗰个宇宙大爆炸之后，嗱咁啊，佢哋嘅位置系边个把佢哋摆喺呢个啱啱好嘅位置？嗱等等，其实所有我哋生活当中嘅每一样嘢，嗱咁互相都系要关联嘅。咁呢个咧有一个专题啊嚟分析或者系同大家分享咧，先可以即系多啲去谂。咁 Islam 或者系古拉入边咧，好多时都系叫我哋去睇完呢啲嘢咧，去谂下，去思考。嗱，就唔系就系我哋话要眼睇，要耳听两样嘢，睇得到先信，啊，听得到先信有，睇唔到啊，听唔到咧。呢个好多人就唔相信啦，啊，有点解我睇唔到咧？啊，其实我哋人嘅人类嘅嗰个视觉同埋听觉，啊，甚至其他嘅能力好多咧系都有限。我哋连嗰啲动物都不如啊，啊，喺嗰个触觉又好，嗅觉又好，视觉又好，听觉又好，啊。等等，我哋都输俾嗰啲动物啊！唯一我哋叻过动物嘅系我哋嘅智慧啊！简单讲就系我哋嘅头脑啫。但系如果我哋睇咗、听咗而唔去思考咧，啊，就连动物都叻过我哋啦。所以我哋希望咧就系、是、啊，大家去思考呢一方面。咁第而家我哋讲呢个咧系。相信有了，肯定有了，那先来讨论我们、啊、今天这个题目做啊，如果有的话呢，究竟有多少个呢、啊、如果是要创造者、啊、有多少个呢？那 Islam 就相信是只有一个造物主，那、所以 Islam 我人家把 Islam 归类为一神论，咁一神论包括系犹太教啦，或者系基督教啦，同埋 Islam 啊，再嚟仲有好多人系相信有好多神噶嘛，嗱、啊、有好多神嘅，唔单止系一个。嗱、啊，其实呢一个咧，以后啊，其实神呢个喺 Islam 入边咧，啊，应该就系属于文拉尔噶。啊，咁 Allah 即系创造者系得一个啫，但系被创造入边咧，有好多我哋睇唔到啊。见不到，不过他们要存在的我们叫庙体的，例如天神啊，或者是精。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独一了， OK， 信就信真主，个个都信真主，很多人都信真主，即是信有造物主，但是你是信有一个呢，一是信有两个呢，一是三个呢，三合一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法的，但是 Islam 就强调回独一的啊。咁英阿拉伯文就系 tawhid 啊 ，tawhid 咧呢个字嚟做 wahad 啊，即系一啊。例如我哋讲一二三咧就系 wahid 一啦啊 ，tanin 啊，呢就系嚟自呢个字啦 wahad 啊。同埋咧佢要联合啦，同埋合一啦 ，OK 啊，统一啦，等等等等嘅嗰、那个意思嘅。但是字还字啦 ，OK， 但是那个意思咧系咩咧？喺信仰嘅层面嚟讲，系用心、口同埋身体力行三样嘢啊，去表现出信仰、服从呢、这个独一嘅创造主，呢、这个先系道歉。我哋用心、口、行为。啊、三个至少就是通通以这个去显示去表现出我们信 Allah 独一，就不是说就是说、哎、相信就可以了，但是行为上面就、啊、不理那么多、啊、说、啊、很多人都说嘛、哎、信仰或者是宗教是在心里面有就可以了、okay? 啊、行为是另外一样东西，不是的， Islam 强调包括我们在行为方面，行为即是我们的那个
供修啊、崇拜啊，甚至系生活啊，唔同层面咧，我哋通通都系以服从呢个独一真主为目标啊，为出发点啊，就唔系把信仰分开一边，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分开咗，即系分咗所谓嘅宗教还宗教，生活还生活，或者是宗教还宗教，政治还政治啊等等啊。但是Islam就强调是啊心口行为。那这里刚才我提到过，这里21章12、15节就说，我在你之前，至尊真主说呢，我在你之前，你就是指穆罕默德啦，每派一位使者，阿拉派咗好多好多使者，都系启示佢话，除咗我之外咧，不再有主，你们又崇拜我。嗱，呢个咧，大家如果系有印象嘅话咧，喺读书嘅时候，特别喺基督教天主教学校读嘅时候咧，嗱，呢个系十诫嘅第一诫咯。OK， 嗱，十诫第一诫系同样嘅意思啦，啊。在十戒之前都是 ，OK， 啊，唔系边个抽边个嘅问题，而家系嚟自同一个做物主嘅命令嘅，啊，核心嘅信条嘅问题。Allah 系边个咧？嗱 ，Allah， 大家睇到呢个英阿拉伯文咧，啊，佢都唔识啦。不过佢哋嘅译音咧系译咗 online 啊、阿拉啊，中文咧就歪晒嘅 ，OK。咁意義嘅話咧，意譯嘅話咧，係真主，真正嘅主啊！呢個成個係中文名嚟嘅。不過我哋通常咧，我哋穆斯林就係用翻呢一個阿拉伯文嘅呢個發音嘅 Allah。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啫喎。我哋講咗，就算阿拉伯文嘅名咧，呢個做物主咧都係好多好多名嘅。只不过呢一个系我哋最惯常用嘅，啊，最普遍嘅，啊，佢嘅意思系唯一有资格崇拜者。中文就用两个字嚟代替咗，就系真正嘅主。例如《古兰经》112章嗰度啦，啊 ，Bismillah ar-Rahman ar-Rahim， 啊 ，A'udhu billahi min ash-shaytan ar-Rajim。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ل هو الله أحد 你说他是真主，啊，真主这个直接是中文的啦 OK，啊，有些就翻译是他是 Allah， Allah 这个是阿拉伯文的发音，是独一的主，啊，Allahu Samad，啊，Allah 是万物所养来的 لم يلد ولم يولد Allah 咧就唔生产，也唔被生产，即系冇爸爸妈妈，冇仔女，啊，咪系边个生佢？啊，佢又冇生边个？啊，咁呢一个咧，同嗰个基督教教义入边话，耶稣系神嘅儿子，啊，系上帝生嘅，或者系耶和华生嘅又好，啊，天主生嘅又好，嗰个咧就系有。駁斥翻嗰個嗰一句，同埋咧，我咧唔一句啦，呼呼呼喚啊，係冇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即係 Allah 嘅匹敵，或者係冇任何嘢係似像 Allah。咁呢一啲係做埋主或者 Allah 嘅某一啲嘅屬性。啊，我哋眾目即係所有嘅眼係睇唔到佢啦。但是他是看到所有的，啊，就是他看到所有的东西，反而我们呢没有一个人是看到他，这个是阿拉的属性，所以没有任何人是看过，包括耶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亚伯拉罕也好，没有谁说见过这个做物主。咁啊，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头先讲嘅核心入边嘅，我哋嘅少少好似誓词啊，我哋叫千真言啊，
啊，天真人系 shahad 啊。例如嗱 ，la ilaha 红色呢一个咧，我哋要左边开始啊。la ilaha 其实阿拉伯文写咧系要有字左嘅，上边嗰个好大嗰啲书法嗰个系要有字左嘅。la 本身就系否认嘅啊，否定啊，一个否定词。ilaha 即系神明咧，或者系主咧啊。即系如果系英文咧，系一个 God 啦，细写嗰个 God G O D。好啦，行啦，去先。La ilah, la ilah, illa 系除咗 Allah， 啊，即系除咗 Allah 咧，冇任何值得崇拜咯。啊，除咗做埋主，冇任何嘢值得我哋崇拜。咁第二句先系 Muhammad Rasulullah， 咁 Muhammad 咧系。Allah 的使者啊，咁呢个 shahada 咧系我哋五功嗱，头先嗰个系六咧，系六大圣功。咁而家五功系我哋去实践嘅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嘅五项基本嘅功课之一，同埋之首。即是我们要用内心，刚才说了内心和口头又去念这一句，那内心念之前呢去接受了先，承认了先、啊、那我们内心接受了，相信了，先来呢口头又宣布又承认。因为有些人呢他虽然是我们说心服口不服嘛，但是伊斯兰是要求我们心要服呢，口要有福咯，所以我哋要去好似宣誓咁样，我哋叫作证言。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wahdahu la sharika lah， 我作证啊，少少似而家个我发誓咁样咯，我宣誓啊 ，la ilaha illallah， 除咗 Allah 冇任何值得崇拜。咁教。教的翻译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这一句是。他是独一的，没有伴侣。即是Allah是独一的，没有啊，还有一个伴侣也好，或者是左右手也好，啊，这些。我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我要作证，我要宣誓，穆罕默德呢是Allah 的忠仆和使者，是忠实的仆人和 Allah 的使者。那么这个 Shahada 呢，作证人或者是天真人呢，是五功之首了。当我们明白了，相信了，口头宣誓了，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正式的 Muslim 啊，即是正式的一个信徒了。那就根据要去做其他的四样东西。那这个呢就不是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是讲的纯主道一、啊。所以虽然是在人类历史呢，我们相信一开始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呢都是相信独一的造物主的。因为他们本身是要真主创造的嘛、啊、所以当时、啊、他们两个再来后面的仔女呢都是相信、啊、独一的造物主、啊、后期才慢慢慢慢慢慢演变了之后呢，在人类社会之后呢才出现了一些拜偶像，又或者我们讲的多神崇拜、啊、这些是后期才出现。接着再来阿巴拉罕时期呢 是复兴的、啊、阿巴拉罕时期呢那个时期整个社会呢已经是充满着那些偶像崇拜，多神崇拜、啊、阿巴拉罕呢有复兴、啊、再来就之后了、啊、之后的、雅各啦、啊、约瑟啦、所罗门啦、啊、这些的所谓的圣经的人物，其实这些通通都是先知使者的。
例如这一段的圣训里面就讲到了，啊，谁是审判日以真主会面的时候，从来没有举办，这样呢，那个人就可以入天堂了。但如果曾经是为真主而举办呢，他要进入火狱。什么叫举办呢？阿拉伯文我们叫做 shirk， 在后面 shirk 举办，就是呢相信 Allah， 相信众物主的同时也信埋其他的，无论是人或者是神或者是物，啊，是同众物主共享某一些的力量，啊，这个是举办，那我们后面会讲到的。所以呢，这里强调的是纯粹相信独一的众物主，就不把其他被众物主众物主等同，啊，例如呢，这里我们就分了三类了，啊，我们叫做道希的鲁布比亚和道希的阿斯玛和西法和道希的阿拉伊巴达，啊，统治之独一的意思是讲的是众物主他自己本身的属性，啊，他自己的属性呢，例如是他是创造者啦，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同样他都是管理者啦，啊，有他创造也是由他管理，啊，还有同样的他是给我们生的，就是给我们生命，Al-Muhyi，同时呢也都是给我们死亡的那个Al-Mumit，啊，Al-Razik，同时呢他都是赐给我们衣禄，啊，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所有的需要都是由他赐给我们。同一个，哦，啊，有些人就把这几样分开咯，生是生，死是死，啊，创造是创造，啊，还有一个毁灭是毁灭，啊，分了很多个，但是在伊斯兰里面所有这些都是集中在同一位，啊，创造的都是他，如果将来毁灭的话呢都是他，啊，给我们生命的是他，给我们死的又是他，啊，赐给我们善的又是他，或者创造出来的善方面的好的方面是他，他创造出来我们人类觉得不好的东西，恶的同样又是他。咁呢一度咧，我想解释少少关于话好同唔好都系嚟自造物主或者系造物主创造好同埋唔好嘅问题。啊，就好似咧嗱，我哋喺屋企我哋用嘅电啊，呢啲电咧，我哋可以用嚟利益我哋嘅生活，方便我哋人类嘅生活，啊，福利我哋嘅生活，即系用电煮饭啦，用电洗衫啦。用电做好多嘢，呢个系对我哋人嘅生活系好嘅，带嚟好嘅。但系咧，唔好忘记，同时我哋呢个电咧，你都可以用嗰个电去电死人。啊，咁当你用呢个电去电死人，嗰啲电同埋头先讲嘅，你攞嚟煮饭啊、洗衣啊、等等嘅嗰啲电咧，系同一个来源、同一个源头。但责任呢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你去告一个人电死的人，你不去告那个电灯公司，你是去告那个人的嘛。但你不可以否认电死人，那个凶手他电死人那些电是来自我们好像什么港灯是吧，啊，我都是是啦，好像港灯的。但是你煮饭那些洗衣那些电同样是来自港灯的嘛。OK，所以无论电死人的那些电也好，欢迎我们人的生活的那些电都好，是同一个源头，
但是责任呢就不属于那个公司了，是属于电那个人，是那个人的。因此呢 Allah 有时是很多是来自 Allah， 很多人好像是撒旦，撒旦撒旦谁创造的，是 Allah 创造的嘛。如果不是 Allah 创造，那撒旦来自哪里呢？OK， 那这个题目呢同样后面或者会有一个专题或者是相关的再讲到，但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讲中华主独一入面的统治之道一，所有这些东西呢是独一的，没有其他跟他分享跟住呢第二那个真主的尊名和特质独一，即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名字叫 Allah，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尊称或者一个名字，但是它还有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呢我们就不可以拿来做我们人的名字，改我们人的名字，例如你不可以改一个名字叫做 Allah， 大家可以经常会听到 Abdullah Abdullah，在 Allah 的名字前面呢我们一定要加一个 Abdu， 意思是六部，是 Abdullah 是 Allah 之部，部人那个部。 Ar-Rahman， Ar-Rahman 是 Allah 的第二个名字，那你就不可以改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Ar-Rahman， 不过你可以改吧Abdul Rahman， 仁慈主之仆。第三个名字是 Ar-Rahim， 特慈主，那你就不可以改这个名字，但是呢你可以改 Abdul Rahim 等等。例如我们中国好像都有些的学长是不是在这里，例如呢我们那些皇帝的名字呢好像呢我们是不可以改赐他的名字嘛，好像是康熙一是谁，他变了，是学长，我们中国呢那些皇帝的名字呢上次我问过的，例如某某的初初他还是皇帝，但是他变成皇帝呢其他的兄弟那些是改了名字的，是即是那个同个不可以同那个皇帝的名字有出即是相同的冲撞，是啦，当初是 一样的嘛，是兄弟兄弟来的嘛，是即是避位，所以叫中国叫避位，避位即是避开，避位是啦是啦，即是避开同皇帝那个名字一样咁样，系啦，那个就是皇帝啫。OK， 你啲人所有人就有避讳啦。咁 Islam 我哋呢个讲系避讳真主嘅名啫。但系人嘅名字，例如使者啊，甚至系天神、天使嘅名字啊，系可以改嘅。例如 Jibril、加百利，你改一个名嘅，一个人嘅名字叫加百利系得嘅。你改一个人嘅名字叫穆罕默德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例如基督教里面可不可以改一个名字叫耶稣呢，又或者是佛教里面呢，佛教徒里面可不可以改一个叫做释迦牟尼这样呢，我不知道，但是呢Islam里面是真主的名字，你不可以这样 去改， OK， 是专用的，他的特质或者是属性呢，同样当我们讲到 Allah 的属性的时候呢，我们是跟回 Allah 真主他描述他话给我们听的方式去信他，不是根据我们人自己的想象去信。所以一旦我们讲到真主的那些特质或者是属性呢，是就可以根据古兰经同埋成分，即系穆罕默德解释嘅同 Allah 讲嘅呢两样嘢去信啫。我哋就唔可以用我哋嘅人脑自己去想象 ，OK？ 跟住佢呢一个
《古兰经》的名文，然后呢去想象啊，就唔得啦。再嚟第三个道希的阿里巴达，崇拜嘅独一，呢度崇拜嘅系我哋人嘅行为啦。啊，我哋崇拜做埋主嘅时候咧，这个崇拜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讲合意的，一个是广义的。啊，合意的呢，就好像讲就是叩拜而已。啊，但广义来讲呢，包括祈祷呢，啊，包括期望呢，包括许愿呢，啊，例如我们有许愿的时候，许愿的对象，啊，甚至是宰牲，那我们宰杀那些动物，这些是专属阿拉的，就可以为了阿拉而去做这些事。啊，因此呢，我如果宰杀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阿拉而宰的那些家禽啊，那些我们都不吃得的了，牛羊鸡鸭那些，如果我们劏的时候不是为了阿拉而劏，不是以阿拉的名字去劏，都不吃得的了。跟许愿也一样，我们就可以跟阿拉许愿，就可以祈祷阿拉了。当然包括鞠躬叩拜等等，这些呢同样专属独一的做埋主啫，除咗佢咧，冇任何嘅神啊、仙啊、鬼啊、灵啊、人啊、物啊有资格可以受我哋呢啲头先呢几个动作嘅崇拜啊。咁呢一啲，如果系去到详细啲咧，就系把阿拉嘅属性嗰度咧，我哋唔单止唔承认或者系唔接受所谓嘅人格化的那个叫什么人格化的一个神，就是把做埋主讲成好像一个人这样啊。特别呢，例如圣经讲到那些啊，创世纪讲那些啊，说他按照就是那个上帝或者耶和华按照他的样子创造了人，那就是耶和华就好像一个人这样咯，啊，一个人就好像耶和华这样咯。啊，甚至要把耶稣啊当神，就是你见到耶稣就好像见到神的了，或者见到耶和华的，等同见到耶和华的那个这种的想法。甚至呢包括一些的属性，例如耶和华创造啊第 六天第七天呢就休息了，安息啊。甚至呢是发生了当那个亚当的仔杀咗佢嘅另外一个仔嘅时候咧，即系第一人类第一次嘅嗰个凶杀命凶杀案嘅时候，咁啊上帝要后悔啦，嗱等等呢一啲嘅属性咧，我哋系唔可以去把佢咧系攞嚟应用做物主嘅，呢啲系唔符合做物主嘅属性或者系本质或者系特质。所以统治的独一呢，他所拥有的能力是包括整个宇宙的。当然在这个我们有限的人类也好，或者是其他神也好，各种不同的被造物有不同的能力，但是最高的能力最大的能力就是做埋主独一享有的。他不会跟其他的人啊物啊去合并埋一起，就是分享啊，分享。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把真主的意欲跟另外人的意欲或者是意愿摆埋一起或者是扣埋一起。而我们去讲在真主的能力
之后或者之下某某嘅能力啊，我哋就唔会用啊真主同边一个嘅能力之下，因为真主嘅能力同嗰个人嘅能力合埋一齐啊。咁呢一种思想，我哋穆斯林都唔可以有，即系都唔可以接受，因为咧呢、这个统治嘅独一系专属于独一嘅造物主嘅。例如我哋经常讲嘅啦，后来话啦，古话就一啦变啦，呢个经常我哋讲嘅啊，除咗真主嘅意欲之外咧，冇任何嘅善能活动或者有能力啊。我哋人系无能无力嘅，因为我哋人嘅能力系好有限啊。当然包括埋其他嘅神又好、精灵又好等等嘅嗰个能力，同样都系有限嘅。嗱、啊，呢度咧头先讲咗少少噶啦，即系人咧就可以用属于 Allah 嘅名咧，我哋就唔可以帮 Allah 改名，也唔可以用 Allah 嘅名嚟改我哋人嘅名啊。因此咧，我哋要讲 Allah 系咩名咧，我哋一定要用一个依据或者根据啊。根据咩咧 ？Allah 话我系 Ar-Rahman， 我哋话 Ar-Rahman； Allah 话我系 Al-Khaliq， 我系造物主，我哋先话佢系造物主。啊 ，Allah 系我话佢系 Assalam， 系平安似平安嘅主，咁我哋先话啊 ，Allah 系似平安嘅主等等啊，又有一个依据。咁人不可以用呢个就系属于受造物嘅特质嚟形容真主咧。头先我哋系讲咗人啫，其实咧系任何嘅被造物，我哋都唔可以用嚟形容做物主或者是真主。例如呢，在古兰入面我们经常会提到 Allah 是看到的嘛， Allah 是听得到的嘛、啊、甚至有人问你，是咯，你祈祷祈祷，那 Allah 有没有听到啊？你杀去讲他听到的，但是听到的时候有些人一听到，诶，真主可以听得到，那就追问了，咁佢嘅耳有几多呢？或者佢嘅耳有几大呢？嗱，呢一啲系我哋人嘅结构嚟噶嘛，我哋人系用耳听噶嘛。啊，如果你讲人好，甚至动物都好咧，梗系用耳听啊嘛，系嘛？即系多数啊，梗系用耳听咯。你唔可能话用下爬听咩？唔系用脚去听噶嘛。OK， 所以。听这个字是古兰入面有，无论是英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阿拉伯的原文都是听这个字 Samir、啊、但是不等于听就等于耳朵的嘛。虽然在我们人类或者是大多数的被造物，特别是动物类，都是用耳去听，但它的结构Allah 怎样听呢？他没有告诉我们听，我们就没去追问了、啊、更加没把 Allah 的听形容成好像我们人这样、啊、无论是用耳听，无论是他听的有限、啊、我们人哪些分几多分配才可以听得到、啊、低过几多分配就听不到、啊、等等，不是的嘛。看就是咯，看到 Allah Basir啊，阿罗系睇到嘅，我哋做咩嘢做咩嘢，夜晚佢都睇得到嘅。啊，形容到系夜晚黑暗嘅夜晚入边，黑色嘅蚁行走咧，阿罗都睇到，或者阿罗都知道。咁我哋同样嘅有人要问啦，诶，咁阿罗嘅眼系点样嘅咧？有几大咧？有几多只？几多只咧？等等，啊，呢啲我哋就唔接受。啊，因为咧，阿罗讲到。冇任何被造物似像佢 ，ليس كمثله شيء， 所以我哋要去明白，或者系要理解 Allah 嘅任何嘅嗰啲属性咧，又以呢一个为基础，啊喺呢一个基础上咧去理解，
所以有一啲虽然系讲到同我哋人或者系其他动物用到嗰个词，例如头先讲嘅两个动词，听同埋睇，人都系听睇，动物又系听又系睇，从而咧就把真主嘅听同埋睇咧等同或者系类似我哋人类啊动物类嘅睇同埋听一样，唔可以咁样啊。所以佢话唔可以用，就系属于塑造物嘅特质啊。所以塑造物同埋造物主两个系唔一样嘅。当然文字上我哋话文字系会睇系一样嘅。OK， 呢个系一个重点咯。因为咧我哋相信不嬲欧罗都系咁样教嘅，但系咧因为时间嘅推移，因为唔同嘅社会，跟住因为啲先知離開咗之後咧，好奇嘅人咧就係行歪咗啊，把造物主形容成，甚至係相信造物主就好似邊一種嘅被造物啊，例如耶穌啊，咁基督教對話佢係道成肉身，即係造物主成為一個人。有血有肉的人来到我们人间，这个呢就违反了现在我们讲这一条了，把甚至直接把做埋就变成就是一个人啦。OK， 新啱啱嘅一个人同我们没有分别了，要食要饮要瞓觉等等，但 Islam 呢我们去形容他都不得。咁就可以崇拜独一嘅真主呢一点咧，我哋都知道，其实人咧，我哋系好渺小嘅，系好弱嘅。喺呢一个我哋生活嘅范围，就系地球啊，就系讲地球咧，我哋就有好多事咧系好无能嘅，就会觉得我哋嗰、那个即系好无能，好弱。当然人和人之间有一些就已经分了，有些强有些弱了，但是呢整体来讲呢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生活的范围里呢，我们人的能力都是有限，变了很自然的呢，我们就去求一些的 superpower 超能力的，我们未必知道它是什么，至少呢我哋去求一个强过我哋，可以帮助我哋离开或者是远离或者是脱离嗰啲困难灾难或者是危险嘅某一啲嘅力量。一定嘅至少我哋相信存在。就算平时我哋讲嘅无神论者呢，佢哎呀我唔信我唔信，但係到了紧要跟头呢好自然呢佢都会呼唤出来。例如好似 Oh my God 咁样，其实佢系唔信神㗎喎。天呀咁样。其实呢啲人系唔信㗎喎，佢从来都话唔相信有神呀，或者系有呢啲做物主嘅。但到了紧要关头呢一定会。所以 Allah 就系把这一点呢话给人知唯有真主，唯有 Allah 呢先是有这个能力 被我们人类这样去求他助的，求帮助的。所以逢真你一求，如果不求真主就去求其他非真主，或者是求其他真主以外的东西咯，而那些是没有效的嘛，那些是没有能力的嘛，那些有时是还弱过你的嘛，你人已经是很厉害的了。所以 Allah 一路强调呢，就是告诉你听，唯有 Allah 先是有那个能力和有那个资格受我们人求相助和崇拜啦，而其他呢都跟我们是一样是
被造物。虽然他们的能力有时是超过我们，但是呢他们是达不到有资格送我们人去拜咯，他们达不到有资格送我们人去求助、啊、因此呢阿拉一路强调话俾人知，一路啊，不嬲都话俾人知，透过佢嘅先知使者话俾人知，唯有造物主创造于造万物嗰个先系有能力帮到你，唯有佢先有资格受到你嘅崇拜，唯有佢先有资格啊，俾你求助。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呢就是去求分做埋主以外的其他我们认为、啊、有能力帮到我们的同样的是被造物。所以第一点那个是比较是内心一点的精神一点，但是第二个呢要不可要拜真主要拜其他的偶像。那这个拜呢就是讲回表面上的，例如鞠躬叩拜这一种呢，还有拜一个像的偶像的 ，OK， 多数是有一个像的。啊，咁呢个偶像呢有两种哦，所谓两种即是人的身体啊，人的身体两种，一种是直接就拜呢个雕刻物嘅，你雕刻咗一个像咧，直接系拜呢个啦，呢个系多数人，但系少部分人咧，佢哋知道佢哋系我咪系拜呢啲噶。这些是木的，这些是石的 ，OK， 这些是铁的，嗱，这些是就算玉石又好 ，OK， 泥啫，知道的，但是呢，佢就是透过这一个啊，去接近做物主啊，透过崇拜这些偶像。啊，去帮他们向造物主求、啊、这个是第二类，这种人少一点，但是呢伊斯兰讲这两种都不对、啊、为什么不直接求那个造物主呢？为什么不直接求那个造物主呢、啊、所以在这里殉道者可以直接向真主求，而不用做中间人、啊，任何例如包括穆罕默德也好，包括耶稣也好，啊摩西也好，阿伯拉罕也好，甚至加百利都好，我哋都唔好求呢一啲，我哋直接求 Allah。而头先嗰几位咧，同样佢哋都系求 Allah 噶喎。嗱，加百利佢都有求真主噶，穆罕默德佢都有求真主噶，耶稣都有求真主噶。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OK?、啊、阿伯拉罕都有求真主的。所以呢这个呢就导致不需要任何中间人、啊、来求真主。而且再来不可以 将那些合法和不合法的东西变成合法。合法的变成不合法，不合法的变成合法。即是呢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个权呢，这个话事权呢就是属于造物主的。因为我们是他的被造物的嘛，那我们会有听创造我们那个主话事嘛 ,OK? 他的命令他的禁令先是我们要服从的嘛 ,OK? 他的命令和禁令先是我们要服从的，但是呢中间有些人、啊、原本呢阿拉说、啊、你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不行不行，反过来真主说这些你不可以做，但有些人说行你可以做的 OK， 这个就是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合法的变成不合法咯。其实我们人呢，我们应该听命于创造我们的那个造物主，而不是呢听命于我们身边的人、啊、虽然他们是一个没有一个
阶层，但系咧都系人啫。OK， 所以我哋人同人之间咧就系话，把真主教导我哋，或者系真主嘅命令同埋禁令咧，我哋就系转述啫。我哋睇得多，我哋知道多咧，嗰啲学者咧就系把Allah禁止我哋嘅系用呢啲。他们转述告诉我们，包括穆罕默德就是命令也是，真主命令我们是这些，禁止我们的是这些，那中间我们就不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去改变它。我们个个都是听阿拉的话，个个都是对真主负责，人和人就是互相提醒，互相那个鼓励而已。有些未必知道就教咯，有时咧你有知我要知嘅，但系咧有时忘记咗、大意咗、疏忽咗，呢啲系需要提醒咯。咁样唔得噶，咁而家讲唔得，唔系我讲唔得，系古兰啲系阿拉话唔得咯。呢一种得，但系咧直接话阿拉讲话得嘅，你话唔得；阿拉话唔得嘅，你话得。咁呢一种都系属于一种违反崇拜独一嘅。这个信念，我们信主独一的，首先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信念是改变了。原本我们做很多事的时候，我们都担心，担心说怕这个话，怕那个话，例如一些传统啊，一些习俗啊，一些来自一个家族啊，一些的压力。是喎，你咁做嘅时候，啲人话唔得喎，喂，呢个社会唔接受嘅喎，等等。但系如果系你知道咗成主对一之后咧，你就系对真主交代，你就系对真主负责嘅时候咧，我唯有在乎真主话得同唔得嗰度啦，我就唔使太介意身边嘅人佢话得一系唔得。很多秘技是人类自己搞出来的嘛。这个社群或者未必喜欢。那个群体未必喜欢这件事。等等，这些都是人自己。因为生活搞了之后形成的一些所谓的传统习俗等等咯。但如果你信了阿拉，是阿拉话事，得和不得是由阿拉话事，那你就自由了很多咯。就不用受到刚才说的习俗啦、传统啦、等等的那个限制咯、束缚咯、束缚啊、束缚啊。这样呢就是穆罕默德所深深教导我们，当我们认知了做物主的时候呢，我们是由做物主的一些属性去了解到他跟我们的关系，特别是信主独一。第一步我们说认主独一，现在是信主和拜主独一。虽然我们相信有很多的神，但是我们不拜那些神的。我们相信有很多神的存在，但那些神都是阿拉创造。而且我们对真主的崇拜也好，同埋服从也好呢，咁我们要知多咗佢同我们的关系，咁我们先去自动自觉的去爱佢同埋崇拜佢同埋求佢相助。例如而家讲到 Allah 对我们爱，如果大家打开古兰经第一句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فون بوتي تاتي الله كمان وده فون جيان جيتي الله جيمين جيان جيتي الله كتي ويله هاي تيو غون مولي موتن مولي تيدو فو مو يابين موتن هاي تو جنجا تو جايلو هاي كوني ويسه تي ويله但是呢，阿拉的爱是比母亲
都进入此外，所有被造物哦，唔单止系被信徒、信士，也被所有嘅被造物。咁公道的主阿拉阿连啊，真主嘅属性入边咧啊系公道啊，咁公道咧就系对一啲邪恶、罪恶啊嘅犯罪嘅人咧啊，俾佢一啲嘅，有时啊都系俾佢机会忏悔啦啊，也都有一啲惩罚。啊！呢、這個就根據嗰個人嘅啊心態同埋行為啊。如果懺悔嘅咧，阿羅都係接受佢嘅懺悔啊。如果唔懺悔嘅咧，咁會做呢個公道，咁阿羅都會有罰佢嘅。咁信道而且行善啦，即係你信阿羅聽阿羅嘅話嘅人，要行善嘅人，梗係同唔信阿羅有犯罪嘅人要更惡嘅。即是做恶事那些人梗是不同、啊、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公道可言了。举、啊、本真主了，这个讲到刚才讲到这些举本真主是 Shirk， 叫做是它的字面的意思是合伙啦、分享啦、结伴啦、宗教的意义是用任何形式赋予真主的合伙人。其实这个人呢是加上神同埋或者是物、三种呢，四种或者是人、鬼、神、物、例如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相信阿拉是赐平安给我们的 OK， 平安的主。但是呢，有些人他带着那些肉、我们中国人带肉的，他有一个观念的嘛，为什么带肉、肉可以带平安给我们。那这个人如果他算阿拉的话呢，他就犯了这个举本真主的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平安，他的平安是真主和这块肉带给他的。即是他用这块肉呢跟真主分享、保护他平安的那个 power。 当然如果他假设就是纯粹就是带一个、肉当作一个首饰的话呢，就没问题的 OK、只不过他带的时候他的观念里面、他的观念里面、我带这个肉是为了平安的嘛，保平安的嘛，那这个就犯这个罪了。咁你自己咧喺我哋生活当中都有好多，例如我哋迷信好多嘢，我哋相信好似许愿树咧 ，OK， 嗰头你相信真主，嗰头你要去许愿树嗰度去许愿，同样咯。其实你嗰啲许愿咧，你向真主许愿咪得咯，而且唯有真主先可以达到你愿望嘅，就唔系嗰棵树噶嘛。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哋生活当中咧就有好多嘢啦，就有好多嘢。好像这些了 OK、算一些 number lucky number 又或者是算一些某一些东西是可以带回那些衰运 等等。例如呢，我们在华人应该是华人的社群，有时会喜欢送一些苹果的。怎么送苹果呢？他们说苹果咪代表你平安啊嘛！有一次我喺香港大学咧，去带住妈嘅时候，就遇到佢哋派呢一啲苹果俾啲学生嘅。我奇怪话今日点解佢要派个苹果嘅？咁嗰啲多数系外国人嚟，今日系穆斯林，佢做礼拜，佢哋都唔知咁啊，收尾问一问咧，原来佢哋要考试啊！嗰段时间系考试。所以他问那些同学说即是平安咯，即是平安过关。当我问他，我说喂，你相信那些生果可以带平安给你吗？是吗？ 苹果可以带平安给我们的吗？如果生果可以带平安给我们，为什么不是其他的生果呢？
啊，即系简单嚟讲，我哋讲就讲寓意噶嘛，系嘛？即系好意头嗰种。但系如果系严肃啲讲，呢啲咪迷信咯。对我哋穆斯林嚟讲咧，呢啲系鬼伴真传，即系你相信嗰个苹果同阿拉带平安俾你啊。又或者你相信好多好多嘢啦，我哋特别系华人嘅社会咧，有好多呢啲嘅啊等等，嗱、啊、呢一啲咧都系属于举本真主。虽然你系相信真主，但系咧你要相信除咗真主以外，仲有其他嘅某啲嘢啊，所以唔一定系神，唔一定系人啊。只不过是包括埋神，包括埋人，包括埋而家讲嘅系物啊，头先讲嘅肉啦，或者系苹果啦，嗱呢啲系物啫嘛，生果添啊，用呢啲你相信呢一啲可以带俾你好运啊，某一啲又带俾你乜乜物物啊，当然衰嘅又系咯啊，我哋讲咗嘛，好同埋恶都系嚟自好运同埋衰运都系嚟自。做埋主嘅安排啊，食几多着几多整定噶嘛，咁呢个整定系阿拉整定噶嘛，做埋呢啲苹果呢啲肉，或者系其他嘅菜又好，植物又好，天上也好，等等嘅呢啲，咪系佢哋带俾我哋啊嘛。OK， 佢哋系控制唔到，影响唔到我哋嘅生活啊。相反嘅，影响到我哋生活，我哋人生嘅所有嘅嘢。是我们前面讲的第六条那里信前定、啊、那里已经有了嘛，真正使到这些事发生，甚至最后一刻被我们死了，我们说受恨，受我们受恨呢、啊、即是死亡那一刻都是要阿拉安排的嘛，其他反而是次要的原因，例如病死了，咁、那、嗰个病咧就系、是、一个次要嘅因啊，主要嘅因系受限度咯。阿拉俾我哋嘅时限到啦，嗱、啊、呢个先系我哋主要信嘅、啊，甚至炫耀啊，嗱、啊、倒数第二个炫耀咧都系属于一种世嘅诡辩嘅，即系我哋做好事做善事，其实我哋做咩都好。阿拉是知道的，但是呢我们除了知道阿拉知道之外呢，我们还想很多人都知道，想给很多人都知道，我做了这样的好事，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等等，想炫耀、啊、自己是一个慈善家、啊、自己是什么什么，总之是要炫耀一下，炫耀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啊，对某一些人，对某一班人，对某一个社会的一些好，以便得到人的赞美、啊、都是属于一种世的、啊、这个世的举办，甚至是自大、啊、以为呢这里是我最大的了、啊、谁个用我大，其实呢就忘记了阿拉才是最大的嘛、啊、做埋主才是最大的嘛，高傲呢、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世的，当然这些细节来讲呢，以后或者是另外一堂啊，咁先去分析啦，即是举伴真主佢有分轻重的啊，重的即是刚才讲的对住真主以外的崇拜真主以外的某一些人啊，这些直情就是啊冇得救啦，啊好大罪啦，犯好罪、啊、但是这些荣耀啊炫耀啊，自傲啊，高傲自大，这些呢是一种性格，我们可以好像修炼慢慢慢慢去啊，被它消失了的、啊、这些举本真主的轻重或者是大小呢，那啊 Inshallah 看看我们这个有没有安排到，那以后呢现在是从大家再分享。好，咁我哋今日就开始讲到呢度咯喎。呢、这个船主道一
拜主到一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咩问题，或者系有冇咩疑问嘅。我哋到4:00系咪，校长？可以去到4:03都得嘅，阿浩。睇下大家，睇下大家有冇问题啊？冇所谓。大家睇下有冇问题？我呢度到4:00先，因为我呢度晏啲咧，就有礼拜日啦，阿 Sir。哦 ，OK。系，我到4:00之后或者系4:00，都话咧交俾你一句，有咩问题要继续。好啊。睇下而家睇下先，我而家仲可以收。大家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可以喺瞄咗个瞄个麦讲一讲啦，又或者咧 chat box 嗰度打出嚟啦，系咪？吓、啊。先 ，OK， 我暂时把嗰个 screen share 嗰度，等等先 ，OK， 哦，呢边睇下嗰个聊天室嗰度系啦。喂，听唔听到我？仲系咪喺度啊？喺度啊，听到啊，听到。系啊，听到啊 ，OK。听到。其实黄曼阳教长咧就同我哋分析咗咧伊斯兰一个核心啦，叫头歇啊，头歇就系信主道。咁当然信主道咧，阿空咧，阿黄曼阳教长咧就讲有认主啊，啊顺从啊等等啦。咁最重要嘅核心咧就系其实系信主独一啦，我哋崇拜佢啊都系独一嘅咁样，崇拜净系崇拜佢，净系值得佢值得受我哋崇拜嘅啫咁样吓。咁、啊、其实咧可以补充少少噶空吓、啊，我喺度做少少即系个人分享咁样。其实咧恩啦叫我哋崇拜佢咧，或者上主啊，我哋叫上帝又好，真主又好，叫我哋崇拜佢咧，唔系佢需要去接受我哋嘅崇拜，其实系人需要去崇拜吓、啊，即系阿拉佢嘅无欲无求啦。咁但系点解佢又叫我哋去崇拜佢咧？咁样，如果我哋人唔去崇拜真正嘅创造主咧，我哋就会好似阿空所讲咧，就信咗第二啲嘢，崇拜咗第二啲嘢，可能系一啲好无知嘅拜石头又好啊，拜啲自然现象又好咁样。甚至乎或者而家咧，好多人就話：，誒、哎、無神嘅，我哋啊以為自己係最大嘅，咁變咗咧呢啲咧都係即係喺伊斯蘭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即係人啊走錯咗路，走歪咗路。所以人若果唔係崇拜值得崇拜創造主咧，佢始終都會信一樣嘢嘅。阿空係你話係咪啊？係啊係啊，頭先我就講強調呢一點咯。你人一定呢個係人嘅 fit 落嚟嘅。你求嗰啲类似 superpower， 无论呢个 superpower 你认为系冇个神啊，或者系冇个物啊，或者系冇啲嘢啊，甚至头先讲或者系石头啊，或者系偶像啊，一定嘅，所以阿拉去强调呢一点咧，系我哋人需要求一个正确嘅对象，同埋有资格、有能力嗰个对象先系我哋要求嘅咯。咁阿拉就系话。佢先系呢一个咯，就唔系佢需要 ，OK， 佢唔需要噶。我哋所有人都求佢，佢唔会话身份要提高啲。反过嚟，冇一个人信佢啦，冇一个人求佢，冇一个人拜佢啦。佢唔系话哦，嗰个身份要低咗，唔系噶嘛。反而系我哋人，你求一个做物主，同求一个被做物，系两个好唔一样噶嘛。所以阿拉强调呢一点就系指俾人睇到一个正确嘅方向或正确嘅应该唯一有资格受拜同埋受祈求嘅对象就系阿拉，咁解啫嘛。系唔知大家有冇啲咩问题啊？又或者可以提出嚟讨论下，或者发表下你嘅意见都可以噶、哦。各位朋友，唔好客气啊！Yoyo 喺咩度啊 ？Yoyo 啊？喺度啊，喺度啊，马生。好啦，你听咗咁耐，有啲咩feedback 啊，或者 comment 啊咁啊吓？我觉得学到好多嘢，但系
因为我刚才听到那个例子就是说即迷信就是那块玉平安那里，那我想问一下，譬如说、如果那块玉是父母给你说，即我觉得你带着这块玉那就平安，那我带着那块玉那我自己不信，那当不当是一个迷信呢？即是始终他有父母那个 blessing 在里面。嗯，好啊，阿空，一个父母给他一块玉、哦、那就挂着由细挂到大的了、哦、这样。或者我讲一讲啊，即系我学呢个投血嘅时候咧，都系有啲唔同嘅学者嘅意见嘅。咁譬如我哋咧，一路听唔听到啊？一路听唔听到啊？喺度啊，喺度。哦，喺度。我瞄咗啫，系啦。哦 ，OK， 唔紧要。即系话咧，其实佢个意思系点样咧？即系譬如话，我哋阿拉俾我哋嘅祸福啊，我哋嘅吉庆啊、灾难啊等等，佢系阿拉嚟自阿拉嘅咁样。咁譬如我哋而家病咗啦，咁樣啊，咁我哋病咗咧，我哋都要去睇醫生啊，食藥啦，係咪？咁我哋食藥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去到嗰個程度咧，就話唔係呢啲藥啊，唔係呢啲嗰啲化學嘅藥咧醫翻我嘅病，係阿拉通過呢啲藥咧係醫翻我嘅病嘅咁樣。唔知你明唔明啊？即係話淨係單純係食呢啲藥係唔可以令到我醫到病嘅，最主要咧就係阿拉。阿拉令到嗰啲药发挥到效力，咁我哋咧就系、是、好翻好翻啦，咁样所以系咁样。所以而家有啲人话打疫苗，打疫苗咁样，咁有啲人咧打咗四五剂咧都中招噶喎，系咪？咁唔系呢个疫苗嘅问题，但系唔系，但系打疫苗有冇效咧？其实系阿拉令到啲疫苗有效，所以咧我哋就又有效啦，咁样。即係呢個咧係我讀書嘅時候咧，有啲學者咁樣講啦。咁所以用翻你嗰個概念嚟講，只要我係帶呢個玉嚇，唔係覺得佢係有一個靈啊，或者一個 power 令到我平安嘅啊，只不過係一個裝飾啊，或者係父母留俾我啊，我紀念啊，咁呢個咧絕對冇問題嘅。例如我哋講翻中國人嚟講咧，過年嘅時候咪整啲對聯啊，啲春聯啊嗰啲咁樣嘢，係咪？啊，貼對對聯喺度，咁咧，如果係有個真係個深層嘅意嚟講咧，就話啊，貼咗啲對聯咧，就會咧令到我哋即係帶嚟好運啦，又或者將個福字咧調翻轉頭啊，令到佢咧有啲所謂叫福到啊咁樣，咁呢個咧就我哋覺得咧就有啲唔係幾適合呢個嘅即係信主獨一嘅原則啦，因為個福咧即係啲都係由阿拉俾你噶嘛，就唔係話你咧。寫了個字，然後倒轉它，福到福到，於是就有福到了。但如果你是個心只不過是說、一個裝飾、貼一些揮春在這裡作為一種裝飾的呢，就應該是可以的這樣、所以這個呢都是有些需要再詳細去研究一下才行的、多謝你啊 Yoyo。 關於醫病那裡呢、好，謝謝 Sir， 謝謝。關於醫病那裡呢，關於醫病那裡呢，大家不知道最好沒有這個經驗了，在医院的时候呢，你做手术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家属签名的？有些重要的手术，有些重要手术都是要签名的，大手术要签名的，大大小小好像都签的、大大小小都签的、当然特别是大小小的都是签名，为什么签名、是不是责任问题啊？责任啊，边个责任啊？即系佢知道佢有风险啊嘛，系咪啊？所以咧，你医得好医唔好，应该系医生嘅责任啊，唔系家人嘅责任啊嘛。嗯，系嘛？仲可以去收你收你嘅车啊，或者手提电话，人哋会叫你签咗名，喂，收得唔好咧，唔系我嘅事、啊，唔会噶嘛。但系医院医生就唔系啦，医生咧佢做手术系佢可以做嘅，但系佢唔可以保证话一定好。OK，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类的能力范围内的一些因，但是不是最好的结果的，最好的结果那里是 Allah 的是治病，我们就是医而已，人就是医而已、当然治得到治不到，最好的是 Allah 那里、所以我们人都是尽力，但是在如果医院的话呢，他要你签名了、如果有什么冬瓜豆腐不关我事是的你现在签了个名，如果有硬了罪，如果不是那个话呢，是吧，你就不应该用这个态度的嘛，应该是我是医生了，那我帮你医了， OK， 保证
系嘛？就好似我帮你修车啊，或者修咩电器啊咁啊嘛，一定帮你整好噶。但系到咗人嘅病啊，人嗰呢啲系保证唔到嘅啊。所以肉嗰度咧，头先都讲咗啦吓，啊，反正都讲咗，即系我哋，因为咧有少去避免系避免大众化呢一。当然，如果你唔系大众咧，就冇问题，即系人哋怀疑啊。例如依家我。是讲这个纯粹道一，我对纯粹道一是至少现在我们讲的这句我最清楚了、okay? 但是我可不可以带着一个十字架型的装饰，我可不可以带呢？我带着周围可以信众，我带着去拜拜行不行？我带着去讲道，在清真寺讲道、啊、我带这个十字架就是为了这样啲型啫嘛，好型啫嘛，好酷嘅嘛，装饰啫。但系大众唔系咁睇噶嘛 ，OK？ 一般嘅大众唔系咁睇嘛，一般嘅大众睇行列，戴呢个啲系代表系基督徒啊，或者系基督徒，或者系对呢个十字架嘅某一啲嘅尊敬又好，神圣又好，佢人哋嘅 concept 系咁样噶嘛。你唔可以你个人个，诶、哎，我戴呢个十字架，我从来冇去谂呢啲噶。嗱，呢個係要避免人哋嘅嗰個誤解，同樣嘅咧都係唔可以嘅。原本係個人嚟講 ，OK， 如果任何人都冇嘅時候，我戴冇問題嘅，因為我知道我戴呢個唔係又表示十字架咩神聖嘅，我清楚 Allah 先係我求我拜嘅對象，就係、是、我就係戴住咧就係一個寶型裝飾啫 ，OK。啊，咁一心都唔鼓励咯，啊，因为人哋见到人哋唔会同你问你嘛，诶、哎，你戴呢个系乜嘢噶？人哋望到系远远咁望到，人哋就 judge 住你啦，就判咗，哦，呢个人原来系基督徒啊，或者系乜嘢啊？啊，咁类似嘅咧，就好似嗰啲咩佛珠啊，系咪？手腕嗰度咧，手腕嗰度啊，佛珠啊，系嗰啲，系啦，类似嗰啲佛珠咧，嗯，系嘛？以为我带着佛珠周围走，周围去嘅，周围走嘅，任何人睇到都以为我系佛教徒，或者系我以为我系冇啲噶嘛，佢就唔会明白话，哦，佢带住呢个系佢算真主道一嘅，把其他嗰啲唔啱伊斯兰嗰啲同嗰啲人分开，佢唔会噶嘛。所以类似呢一种咧避嫌啊，避嫌咧伊斯兰都系唔鼓励佢去做呢啲嘢。啊，虽然话系、哎、我嘅呢一，我嘅呢一，我唔系为咗带呢啲系同其他带呢啲嘅装饰又好，或者系保护物啊，或者符号啊，护身符又好 ，OK。虽然我个人唔系嗰种谂法，但系人哋一带嗰啲会嗰个功效或者系嗰个功能或者系都系为咗护身嘅。咁医生都唔鼓励我哋戴，虽然我哋明白到我呢个唔系因为出自一个传人去戴佢，同其他嘅人都唔一样。今晚听见99.9%嘅人都系咁样嘅时候，你一个人以你自己个人嘅利益话，诶、哎，我唔系为咗嗰啲嘅，冇问题，唔系嘅，医生都唔鼓励咁做。你冇罪啦 ，OK， 冇罪，系啊，你我从来都冇谂过嗰啲嘅嘛。但是不鼓励你不想着周围带着去咯，因为人家看到见到都是想回是带这些是为了保护自己护身的、啊、保平安的那种的 concept 就不鼓励带了。好啊，多谢阿空，多谢阿空、okay。 那现在差不多四点钟了，那四点钟了阿空那边要做礼拜的，是不是？是吧？是是是、啊、那就那我首先呢就好多谢黄敏阳阿空啦，咁另外咧，今次咧，其实大家你睇到咧，阿空讲咗啦，热啦吓，热咯咯，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系值得崇拜。咁后半段嗰度咧，穆罕默德拉苏鲁咯，啊，穆罕默德系上主嘅差事嗰度咧，就会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咧，阿黄敏阳阿空咧就会接续讲埋穆圣嘅生平啦，同埋圣训嘅重要嘅意义啦，吓、啊。咁我希望咧，下個禮拜咧，同樣時間兩點半咧，希望大家登入呢個網站咧，就會繼續聽阿空講解埋下一個部分 Muhammad Rasulullah。咁仲有咧就係
想大家呢就是再登入去那個 Google Form 那裡呢，就是 check 一 check 那個 attendance 的，就是那個記錄的。那這個呢是就是方便大家記錄那個出席啦，同埋呢俾一個證書俾大家嘅啫。咁啊，多謝大家。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Assalamualaikum，拜拜。